大家好，我嘅藝術嚟緊咧係嚟自好多時社會性嘅議題嘅，咁啊有陣時甚至乎我會主動咁樣整啲藝術作品咧上去遊行啊示威抗議咁樣樣嘅，咁啊個原因咧係因為我希望可以引發多啲人去理解我哋嘅社會，關心我哋嘅社會，去愛我哋嘅香港，呢個就係藝術嘅力量，多謝大家。 有位商人黃炳權。